每趟草拢是凹槽来的，安怎撸拢撸袂清气。2021最新除垢鱼凹槽甲抓落，静置四小时，你得免撸啊！你甲看啦，这个安尼哥哥哥会黏会打，拄着黄垢污垢，你真会加。市面上的清洁剂拢哪水嘞？宝宝宝，冲落老掉，喷的无效。这罐是哥的，会黏伊唔真会加。上好的无患子，加伫个这内底，倒出来像水凝胶面膜咁款。哥哥哥，抓落去就黏掉的，黄垢冲落都无去。免露黄垢，就无人叫你黄脸婆哦。要修哦，那检查。冲水的时爱面乌白白啦。哪杯烫的水，把这杯清洁剂，唔知要偌好嘞。咱起码用小鱼，会溶出蓝蓝的除垢水哦。哇，整个水箱都是清洁剂耶。冲落去，黄垢的落去，尿垢的扬去，规间变作香滚滚。小鱼也溶出泡泡哦，水哪冲落去，就是有泡泡哦。你看，会骨溜哦。这枇杷润喉膏哦，盖落，冲落泡泡就帮你乳，有泡都袂凉，袂凉都袂臭哦。这排水管是要安怎乳啦？全部甲你乳甲清气溜溜了。这颗是专利的小浮球，冲水自动滴，补水自动停，不乱滴不浪费，可以长久使用哦。台湾团队设计，真心的推荐。今天买呢，上滴酵素疏通粉，只要加热水，水管不堵住，就不会发臭哦，而且不伤水管哦。